to our Eco Fair, and the theme for the Eco Fair is sharing for a green future. And we want to emphasize efficiency, low consumption, and sustainable future.是什么？你说，他会有的。自己以前教的那些东西，给卖掉，这样不用再去工厂里买，而且那些原来的被扔掉的也很浪费，所以会有二手集市，会有一个bazaar，他每一个小摊子，然后都在那个教室里面进行的，对吗？双赢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，做出我们的这个贡献，为地球妈妈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妈妈，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这是我们报销一年这个校服义卖活动，然后也非常感谢，这是孩子们的家长把这个家里不用的这个校服统一捐赠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再卖给有需要的家长，啊，那是非常非常环保的一个这个意义。They bought it for $300. To him. So it's kind of like. You want to steal or not? No, I'm okay. Thank you. Can I take money from you? Yeah. I already paid. 这双鞋都是我小时候穿了，然后现在已经就是小了，已经穿不上了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就是可以捐出去给其他的小朋友。我可以吗？可以。快是彩的声音，刷个蓝天吧。